小巨蛋演唱会现场，蔡依林热力唱跳，台下却有个身影，歌没听完，已经在睡大觉。睡到嘴巴开开，实在很逗。有所不知，她可是天后心中的宝，比熊犬五虎。坐专车出门兜风，回头看看，笑得最灿烂。对蔡依林来说，她不只是宠物，更是家人。从2006年养到现在，却在近期走到说再见的那天。五虎今年18岁，年纪大了。蔡依林证实，7月3号这天，五虎离开人世。H 提到想上很多次离别，但没有想到一切迅速有冲击，还是会忍不住泪水。你勇敢面对疼痛折磨，接纳我最黑暗的那一面。你总要的那么少，给我的却那么多。好想你，我们下次见喽。粉丝不舍哲令难过，纷纷涌入留言关心。他就是几乎我在哪里工作或什么，他都一直默默看着我。有时候都会觉得说，他到底看得懂我们在干什么这样子。蔡依林更在9年前的专辑宣传为五虎做了特辑，先前还被 Hello Kitty 的原作者清水柚子相中，为五虎打造肖像，宣告出道。经纪人自然就是妈妈楼。好在这几年哲令养了另一只小比熊社长，如今多少能分担些不舍。宠物的存在无比重要，既然也有庙以他们来供奉。带着狗狗拜拜祈福，这里是云林北港一民庙，最大特色是供奉曾参与宝箱平乱的忠犬。以往祭典庙方会备妥生礼，今年改以狗罐头，只要报名字、地址，获得一个醒杯，就能把平安罐头给带回家。台北新闻张崇敏、谢恒瑞、张文君台北云林采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